个股推介是建行939，经济日报投资业话咗拣选原因是建行2024年预测息率9.1厘，在四大行之中最高，其他三大行预测息率介乎7.4至8.3厘，建行2025年预测息率9.4厘，追求高息的内银投资者可以加以留意。盈利能力方面咧，2023年四大行建行、农行、工行、中行盈利合共得大約12000億人民幣，按年增加2.2%。四大行增速介乎0.8%到3.9%，建行去年盈利按年增加2.4%，在四大行之中增速較快嘅。咁建行嘅平均資產回報率 ROA 啦，同埋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ROE 分別咧係0.91%同11.56%，喺四大行之中處於領先嘅水平。走勢上，建行自去年8月觸底反彈至今反覆向上，今年來累積升4.5%，跑贏同期恆指跌3.9%的表現。策略上可以在4.7水平吸納，先上望前高位5元區，跌穿2月份低位4.53就減持。